2018年新年快乐。我刚刚在跟宪文剪刀石头布的时候，他竟然赢了，结果他竟然叫我先讲这个新年快乐，所以我很生气，而且昨天也是他赢，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练剪刀石头布，让他每天都只能后悔。啊！总之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平平安安，年年有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迷你色的碧玉泉，祝大家在2018年有一个美好的一年。然后我们教室有办了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啊，然后我弟弟就跟 Eric 同一组，所以他们也要 battle， 然后 Eric 就对我弟弟这样，然后我弟弟就哭了，所以我就被叫上去要帮忙他，然后希望我弟弟可以在明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然后 Eric 就哭了，可是我觉得 Eric 应该是不会哭的。总之祝大家在2018年有一个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一年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迷你兽的向文，祝大家2018年新年快乐，天天成绩都很好。然后我最近在学校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次我们老师就问我们说，我们最想要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你猜我选的什么？我希望我们的团员都可以得第一名，而且在其他比赛也可以有好的成绩。总而言之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迷你兽的子任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我们，也祝大家新年。